国际迈亚密球队访港踢表演赛，球王美斯全程斋坐冇上场，引起全城球迷怒火。特首李家超喺星期二出席行会前见记者，佢就话对于美斯未能够上阵，同观众一样极度失望，并且赞扬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积极应对事件。政府官员喺过程中嘅不同建议同埋要求，包括要求主办单位即场作出安排，让美斯亲自公开向球迷讲话，解释情况或者交代。主办单位对政府的建议和要求没有一个安排得上，这些都使到政府和球迷极度失望。文体旅局的同事以积极和严谨的态度就事件的发生立即追究和应对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会继续敦促主办单位要积极回应社会各界的要求，包括公开主办单位和国际迈亚密的合作安排，以及如何积极回应购票入场球迷的诉求等等。今次关键的问题是公众的期望得不到重视和照顾，让观众包括抱着热诚的小朋友都极度失望。